冇，我琴晚咧喺屋企咧又睇到嗰啲市民啦，或者街坊啦，或者我哋好朋友啦，咁俾人糖梗系嬲啦。我琴晚想过嚟，但系过唔到，咁今日收工咪过嚟咯，过嚟睇一睇咯，系啊。咁你担唔担心《议事规则》改咗之后咧，反对派系喺立法会里边会唔会一个诶叫做老而家都冇啦，而家都冇啦，系咪？我成日都好嬲佢哋，成日坐定定噶。即係當年我哋話瓜建一票選咗楊岳橋出嚟，咁唔一樣。佢一選完之後，第二個月嗰個咪一樣照過。嗰時我喺英國啊，我仲喺 Facebook 嗰度講咗俾大家聽，不如揮拳打過去嘛，跟住俾人鬧到七彩啊嘛。咁如果佢哋乖乖地坐定定，你認為反對派可以做啲乜嘢？其實衝上去圍住主席台咯，或者插主席台咧，有乜所謂啫？而家問題就係我哋啲議員咧，即係我好清楚啦，我都做過爛嘅區議員，因為人工太高啦。即係你區議員而家得30,000+，立法官攞緊80,000+，咁我真係覺得太高人工啦。如果減咗一半啊，咁俾啲有心嘅年青人咧，佢哋個 opportunity cost 低啲啊嘛，俾佢哋上去上咧，我哋大家唔怕失去議席咯。而家失去議席嗰個 cost 太高啊，咁大家驚啫嘛。你將佢減咗一半，即係我覺得區議員咧10,000+得㗎啦，立法會咧30,000-40,000，咁大家唔怕失去議席咯。佢為咗真係為咗香港嗰、那個正義嚟做啊。即是说你觉得现在立法会议员肯去冲上台就是因为他们是人工，很明显啦，很明显啦，减低一点大家一定很正义的，现在就是个公车公楼养老婆影响你靠晒他，有没可能啫？有没可能啊？其实外国那些总辞那些很多的，整个地球发展都是这样啦，怎会是这样呢？不过我今天来都是想支援一下兄弟，我昨天见到警察、保安这样做，有点过分了，大家帮下手。